先进行提问的部分。那提问现场我们可以开放两个问题，那一个问题大概是两分钟以内就是问完这样。那不知道现场有伙伴们愿意实习对这个法案有疑问，或是刚刚信师日谈的部分有兴趣，想要做一些提问这样。最早心理师法第一次通过的时候，你叫麦克风。最早心理师法第一次通过的时候，到1991年，那个时候好像因为当时针对的正在那个场所工作的人，他们好像就有规定那些什么所谓的实务经验，就是说他是已经工立法前就已经工作了，才是那个实务经验。对，所以说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修法后，我后来不知道修法后他就把那东西拿掉。现在冒出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为什么。老实说，我也很好奇啊，我没办法，我没办法给你要你们说给我什么答案这样子。对，那我只是觉得说这个，以为以前有了，现在就可以再放回来，这样子，我只是这样好奇。然后那时候好像是三年，我不说这个落日条款，对，落日条款好像是。对，就会有点难回答，因为91年的时候我在干嘛？91年我大二，刚过入年龄。哎呀，还这边自我揭露。因为这条款的问题是说，你人家已经在做了，而且他在职场上没有什么问题吧？那现在我们立的这个法案，你已经在做的人就都不算，这个说不过去。所以那时候有给一些时间，就是让他们去考一个东西叫特考。那他好像也是有限制，好像也是有限制，说一定你服务多久以后才可以去考特考，所以有些人就很冤啊，做得好好的，人家年限不到，不知道我去念研究所，很多很多这种人。但是对啊，但是我认同你说是说，我们以前可以这样子，现在已经时空改变，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改回去，反正以前也是这样做，是不是合理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灾问。我觉得他们可能想得太简单，就以前可以，现在可以。我想又不太懂。因为我想立委大概也没有在专，因为那个我们其实严格讲立委很忙你看他整天在做很多事情，怎么他都管啊？对啊，那你说他到底多了解心理师在干嘛？我相信也是有困难啦、就是我们以人类认知来说，你可以学习、可以记忆的东西、可以理解的东西，它就有限啊。所以他会这样子，我们也不能全然怪他。可是，知道我等一下出去是要注意人身安全。好，可是。我想时空改变的，时空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我的想法跟他差不多。好，那就好。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其实你可以开始的去跟你的身旁的朋友聊一聊，其实你在干嘛，然后这个工作到底在做什么，然后
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其实我有在跟玉伟讨论的是，我们是不是其实有开始也需要再多做一点，也许清理卫生或者等等的宣传，然后开始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让民众来了解我们这样。那当然，对我们自己内部，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是，我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嘛，就是我其实不太清楚临床，感觉临床那边很积极。可是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感觉是，我觉得智商的决定论好像都不太关心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觉得反正三会的大佬们会帮我们处理很好，然后就靠大佬们这样子。那我自己会觉得说，不管是临床或智商，其实我觉得我们开始民间需要有一些自己的意见。那大佬有人也可能会责怪说，那为什么舞会就是智商跟临床因为舞会动作这么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如果以受心理学角度或者你课程制度的讲，学会、工会，他们是一个很有建构的组织，它跟民间团体蛮不一样，它可能有要有个提案，开始开会、送审，然后讨论，其实你们像一个民营版的立法院，所以我们其实没办法再要求说啊，理事长他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些流程是需要跑完的。那我们自己民间，我们这些学弟妹或者我们已经在职业的性质，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开始需要做一些更多的讨论。然后我们开始也去思考一些，尤其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理事长或等等，他们不见得都一直在实务界里做。其实我自己就有听一些老师他们说，其实老师也很怀念兼职，可他们有些已经半退出江湖，或者我已经退出江湖了，所以我其实对实务界我都不了解。他们更需要听到的是，那我们现在还在学的学生，或者是我们这些实务工作者，我们到底怎么看心理师往下修？现在我们在心理工作的现场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可以跟老师们分享，老师们有的也许是资源，也许是一些进入政治场域跟立委沟通的管道，但其实需要我们后面的声音，否则它就变成一个风谈。那老师可能说起来也会很情绪，因为他觉得是他自己的观察，他其实不太了解到实务界发生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也是因为透过这个心理师法下修案的部分，我觉得我才开始跟临床的很多伙伴学习。那我觉得心理师法虽然它是一个法规范两个不同的，不能说不同专业，应该说规范的两个思维不太一样，但是都是在心理工作的专业。我觉得其实也趁这个机会，或许我们两边人其实可以有一些互相的交流。那我自己觉得，但这个话题接下来谈起来就有点敏感，因为我觉得有很大的历史脉络导致临床跟諮商有的时候好像会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不合，或者在利益上面好像有些冲突。可是其实私底下我有听到，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们跟临床伙伴其实都处得蛮好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心理司法下手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但是我觉得需要我们两边的人其实开始要互相交流，我们去向对方学习，然后我们两边需要团结起来，而不是变成说好现在又回到了原本第一次的心理司法要通过的时候的那个场面，变成两边一直在对抗。因为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立委，不是我们的伙伴。就像是如果你有看饥饿游戏，他会提到说，你要记得真正敌人是谁，真正敌人是那些拿权力来压迫我们的人，而不是在战场上被厮杀的伙伴。你这次厮杀了赢了对方没有用啊，因为其实我们赢了，我们看起来很奋战的赢了，可是立委他哪一天又来开放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又倒了，所以这战役永远没完没了。我觉得我们要开始思考的是，像我们如何携手合作，然后如何把我们的市场扩大，或是互相争夺对方的资源。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跟，也许跟法条没关系，但是我觉得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思考的问题。这样，谢谢。报道的东西大概都有它背后的立场。好，那
记者，因为记者也是拿人家薪水的，他不这样写，他明天就回家了，就回家吃自己了。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很不一样，跟以往至少我成长的这些年比起来，我觉得有很大的不一样是，开始有很多就是所谓的这个主流管道之外的声音会传出来，那它可能很杂很吵哦，那有时候让你觉得很乱，然后很慌这样子哦，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可是那有一个可能，我们会现在在这样的状态里面觉得那么不舒服，有一个可能是我们太习惯。我们在心理学里面其实很常提习惯，你为什么会不舒服？因为你现在进到了一个你不习惯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我就没送哎啊。可是有没有可能形成新的习惯？理论上应该可以，如果不能形成新的习惯，我们就不要在这里啦，我们做事情根本就全部拉倒啦。好，人本来就可以形成新的习惯。好，那我们整个社会其实现在是进到一个要重新去塑造、重新去习惯新的习惯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好，所以你说我们可以做什么？除了我们持续的发声之外，好，你的身边一定有很多人为了现在这种很纷扰的声音觉得很不爽的哈，那你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心理助人工作这样子哈，帮忙他度过这个时间。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互相帮忙的力量其实是很重要的，要帮忙我们能够去度过这一段时间。那当然最好是我们有机会可以撼动某一些事情这样子，这是我个人一个小小的希望这样子。